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呢，就先来绕个舌。好，绕舌歌，今天换一个。这个最近这个侏罗纪公园很受欢迎。小朋友是说，既然要学的话，我们上次都有狗啦、猫，那时候不能形容这个歌星。那干脆就形容主持人好了。好，所以今天就换了一个。他说我像马，那我像恐龙。你怎么像恐龙？另外一个嘛。我像什么？猪。有猪笼吗？来，老师请的来。如果声音太短，你就学马叫；如果声音太小，你就学猪叫。好像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，想要说话大声，你就。干嘛？什么马？马起跑了。好，就是这样子哎。哪位先来？叶玉卿先来，好不好？叶玉卿来了。我要学。我们唱你学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叶玉卿的，来。我要叫。如果声音太短，你就学马叫；如果声音太小，你就学猪叫。大家一起。刚刚笑完一下你就小朋友好一疯了哈，你不要教坏小朋友，这个马怎么变喵呢？哎，猪就变噗噗，临时可能来不及来。他讲的意思，那马上面骑了一只猫啊，我第一次听到的。猪喝醉了，这样子、哎，是这样解释就通了。这样也可以哈。赵雨生，笑别人吗？声音太短，你就学马叫；声音太小，你就学猪叫。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，想要说话大声你就。哎呦！最后那个猪叫是因为猪快要被宰的时候就送上。猪叫怎么叫？怎么宰了？就是很尖声叫。你那是猴子啊！你学的是猴子啊？不是，你前面那个马怎么变成羊啊？那个屠宰场的那个。你那个最后一声啊，不然你像不像猴子？你装的声音。再我们学个动作，来，预备，去。你配合。对，猴子很急啊，看到香蕉了。你实在太像猴子了，没办法。好，不管学什么都要像。Mika， 来就不？来就不？如果声音太短，你就学马叫；如果声音太小，你就吃着。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，想要说话大声，你就不是一定。叫做嘛，叫做嘛，叫做嘛的。这个人。不能不打，不打，不打呢。不，哪样？不打。我叫卡梅伦。你绝对是他的化身啊！不叫卡梅伦。不叫卡梅伦。哎，卡梅伦。不打字。哎，吃吃吃，哎，吃吃。哎，卡梅伦。吃东西啊！啊，不打吃东西。不打，我唱歌啊！不打，哎，阿里嘎多呢，哎，啊，撒由奶奶，哈哈。哎，那个六，哎呦，吴大伟，哎，吴大伟，如果声音太短，你就学马叫；如果声音太小，你就学猪叫。大家一起。想要说话大声，你就要马像。他这个真的是最像的一个。这个医生呢，就是马跑很远了，要休息啊。不，他最重要的是呢，他的两片这个啊，这个会动，这个有点，我很怕到了45岁时候那个。以前那个什么哈巴狗在问，哈巴狗在问。有没有，那个卡通电影的嘛，卡通电影那个不是蓝狗起来就两只肉啊，所以那个哈巴狗为什么有时候要动啊，它是因为这样真的能清醒哦，真的它动得最像，你看不错，哎，吴大伟，哎女生的任杰林。如果声音太大，你就学马叫。
全世界。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，加油说好大声一点。小马，就刚出生的马。叫声没那么雄壮，女生的那马都有点像猫，没有了，她这马还算不错，有点像羊。林汉阳骑马叫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？那香港没骑过马？没有啊，骑过。那马会这样叫吗？不会，他们不叫，他们只是吃东西。香港人不认识马的很少，哎。哦哦。赛马。赛马的。哦，对对，赌马。哎，有没有赢过？没有。没赌过。没有赌过。哦。大人家买就会。哦。这样就帮我买，又很麻烦，很难看。嗯，跟杨凡讲一下。有什么薪水呀？啊，谢谢小哥。好，范美辰。如果声音太假，你就写麻将。如果声音太小，你就写主将。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，想要说话那就。我上期接不了下期了，他们是一起很认真，很认真哎，板子都好稳。从刚才就一直在那边，轮到我好紧张。啊，这种声音就有点像我们的朋友啊，在游泳练习换气。哦哦，有的换气的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头都不起来了？但是会不换气的那游泳，童安格啊。头都没起来啊？为什么呢？他不会换气啊，你说会不会换？他会换啊，头就起来。你根本在讲你自己、啊、真的、啊、我不骗你。好，谢谢范美辰。哎，孙耀威啊。如果声音太短，你就学马叫马啊。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，想要说话大声一点。妈来了，妈来了。如果声音太大，你就学麻将妈；如果声音太小，你就学猪叫猪。大家一起学羊叫羊。不，你马直接叫马了。妈，那个不是。哦，我知道马在叫他妈妈了，妈。这孙耀威实在太可爱，真的太可爱了，直接叫马，哎，谢谢孙耀威。好，这个刚刚六首歌呢，是因为舌头呢训练能让你灵活，哎，马上绕口令了，绕口令，来，叶玉卿，叶玉卿，还有，哎，我们看叶玉卿是跟哪一个？张雨生。好。玉清一心一玉清，玉一一清清玉清，玉清一玉清一玉清，玉一清玉清气玉清，玉清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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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玉清，玉一玉一清玉清一清清玉清。谢谢老师。雨声声声声声声，声震人声震声声，雨声声声声声声声。哎，米卡，来大卫，喂。哎，美嘉美嘉飞美嘉，配嘉配嘉回美嘉，美嘉飞美嘉喂美嘉，美嘉美嘉嘉飞嘉，美嘉美嘉飞嘉美嘉美嘉飞美嘉。人家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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